天，除了范冰冰，胡军、刘烨哥俩也出席了慈善典礼。其实早在11年前，胡军、刘烨就曾有过首度合作，合拍过电影。然而自此之后，两人就再也没有合作过，平时也难得一见。太熟了，太熟了，那是我师弟嘛，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聚会了，因为他有他的忙，我有我的忙，对对对，忙着拍戏呀，忙着看孩子呀，忙着生活呀，是不是？忙着赚奶粉钱啊。虽然各自忙于工作，但两人情谊不减，一见面哥俩就免不了要互相挤兑一番。怎么样，孩子挺好的吧？啊，是吗？我还没真正的住过呢，都当爸爸了。我说你小点，快缠着，有点掐了。我也没事。这啊，好吧，那行啊，行，那你们。那您这个就是最近是不是老在家里头就照顾孩子？没时间就是拍电影啊什么的，对，两位老师一块儿呗，一直在照顾孩子们，一直在照顾孩子。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优秀啊！成超级奶爸了，超级奶爸就那个洗尿戒子什么都是我的事儿。不用尿不湿，还用尿戒子呢？尿戒子老太传统了，老方法，老方法。